有外星人，你看不看？我看外星人出来没？今天江汉路也超级人多，都过来看一看那个裸眼 3D 的效果怎么样。我们刚刚到这边，哎，刚从古田一路开车到这边，真的很堵。建议到江汉路的人最好坐地铁来。今天周五，人超级多。好了，终于出来了，看看震撼的效果怎么样？哇、哦，星球大战！哇、哦！哇！哇塞！哇塞！哎，有点意思。嘣！哎，刚刚那个 3D 效果完了以后，我靠，现在一顿的哀嚎声，现场来这里打卡的人也是很多。妈，刚才出来一下子没过到瘾。好，我们再等一下，看有没有新的。好，来采访一下现场的一个小观众，就是我儿子。来，刚才那个飞船好不好玩？不好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视频太不好看了，也很短，太短了是吧？嗯。那我们还看不看？还看不看？还看，加油，奥利给！OK。